大家好，我是老易啊，欢迎大家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象征节目。今天呢，内容讲什么呢？今天内容稍微有点尺度大啊。大家都知道，以前出了个陈冠希，陈冠希呢出了个艳照门啊，牵涉到一大群女星。原本以为这些事儿还离我还很远，但没想到说远也不远啊。最近摊了一个事儿啊，跟我没个事儿啊，跟我肯定没关系啊，这点跟我没关系。老易有个朋友摊上这事儿了，但这事儿呢也不是很大。据朋友跟我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怎么回事呢？他跟他前任啊谈恋爱的时候，前任是一个摄像师啊，懂了吗？我一说摄像师，你应该就能明白了。那么两个人在恋爱的过程中呢，就拍了啊很多的照片，据我朋友说是照片，到底是不是视频我就不知道了啊。照片尺度呢，据我朋友说是基本上是一丝不挂了。那但是呢，不是艳照，是偏向于艺术照那种程度的一丝不挂。原本也没啥事儿，对吧？但是呢，去年年底分了，那不分没事儿，一分呢出事儿了。现在呢，我那朋友呢又找了一个男朋友，而且呢，双方呢可能会考虑在16年的年底可能考虑要婚事了。但是没想到前任回来了，携照片隆重回归，要求复合，照片在我手，合不合你自己看着办啊。其实有一点威胁的意思了，所以我那朋友很困扰，想不明白怎么是这样，到底怎么解决呢？那天来找我，正好那天我还有个朋友也在旁边啊，我们也在聊着玩，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这事儿反正我们也没看到过照片，反正你来求助的，那大家一起聊聊看吧。这事儿啊，男朋友的照片现任前任全部带过来了。我说你啊，有些事儿呢不是我说你，你们两个人好归好，谈归谈，你何必去拍这种照片干嘛呢？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过，你这个额头啊，思想真的要注意。我很少看到女孩子的额头是往后面倾塌，都往后面塌下去。观人学里面都讲，如果一个人额头倾塌的话，又高又倾塌，而且有点拢的话，都代表这个人有偏财。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思想上面有比较怪癖的一面。我的额头也有点倾塌，大家如果注意看我的侧额的话，我有点倾塌。所以你看，我学的观人学，学的紫微斗数，反传统文化里面生僻冷僻的行业我都喜欢啊，包括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去学什么夜观天象，那我也喜欢，那这也属于偏财。我那一个朋友呢，他也属于偏财，额头倾塌，他是做这种导演这种之类的，编导之类的一个工作，也要费尽脑汁绞尽心力去策划很多的节目，也是剑走偏锋的这种类型。所以他去拍那个照片，我觉得一点不意外。我还问了一句，我还说某某某，当初你男朋友要你拍的照片，你是不是很开心，而且很乐意配合，甚至很多动作都是你自己自愿的，还说不定还是你自己摆的。他很腼腆地看着我，还笑了笑，他说是啊。那我说呢，这是你的额头有关系的，额头偏塌。但他说我这个里面没有色情，只是艺术啊。我说色情艺术反正我也看不到，我也没法界定，你说是色情你说是艺术我都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不是我关心的范围之内。但我是觉得这种事情轮到你身上，你一定不会拒绝的，而且可能是顺从性质的。哎，他说，哎，陈老师，你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你先告诉我对不对？他说是，我没什么顾忌的，我也没考虑，我觉得很好玩。其实他有那一种顺从于男孩子，顺从于男朋友的这一种心态，只要男孩子开口，他就能同意，尺度越大他越开心。因为他的额头是偏财，再加上什么，老易以前讲过，一个女孩子的眼线如果往上顶，就下眼线往上顶又大又顶的话，那是桃花眼，眼带媚型的话，你想想看，在这些男女的事情上面，在这些造型上面，他可能就会标新立异。我是凭这两点啊，我也判断，再加上他是个圆下巴，嘴唇红润有光泽，下巴又圆满，很有可能男朋友提一嘴他变成执行者，他而且他又是编导。所以我这样一说，反正我说的有点过啊，我那个朋友脸面上有点挂不住，也没声响。那后来我们就把这话扯过去了。
接下来一个话题啊就有趣了。他说，老易，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想问的是，我有没有必要去把这个照片从前任手上拿回来啊？你看看我能不能拿得回来，照片给我一看。我一看，其实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旁边那个心理学朋友，哎，他也掺了一脚，他说，老易，你怎么看这件事，拿还是不拿？我直接了当说不拿。老先生说，哎，我觉得要拿啊，但是呢，我的意见是，这个男孩子他分开之后啊，一定会再去找另外一个女孩子，等他有另外的女孩子的时候，你某某某你可以跟他去个消息，去希望他把那个照片删掉，甚至有可能还会跟他女朋友通个气，让他也知道有这回事，让他女朋友协助把这照片删掉啊。他觉得这个事儿很两全其美。我跟他说啊，非也非也啊，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说我有理由的。分手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话题，可是你造吗？分手也是有迹可循的。信息专家大卫·麦克坎德莱斯和李拜伦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分手不是一时兴起，三月成分手高发期，或许因为情人节、春节等节日密集期间容易产生情侣矛盾，导致分手牛市在接下来的三月份一触即发。所以情侣们要在春天要多冷静、多包容。分手频率高的其他时期，愚人节、暑假以及四五月间的每个周一。此外，在接受调研的人群中，八零前后人群说分手的方式各不同。八零前人群中，75%的人选择面对面说分手，只有16%的人选择电话割爱。而八零后们说分手的方式更多样化，用 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说拜拜，用微博昭告天下，用邮件一刀两断，成了他们说分手的新方式。至于分手原因，出轨、无兴趣、距离分别排在前三位。22%的离婚原因是出现了第三者，小三也让10%的恋人走不下去。28%的情侣因为厌倦而放弃了对方，16%的夫妇因为两地分居而有缘无分，21%的异地恋无疾而终。当然还有一种例外，3%的分手原因是父母或朋友不赞同。找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时间不能重来，换个人当主角未必能够天荒地老，珍惜眼前人才是王道。这个男孩子照片上的眉毛很浊，就是很浓很粗，但是呢眼睛很短。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看一下这张照片的画像。这类人我一定建议你不要去触怒他，因为眉毛粗浓的人很容易在行为上走极端，再加上他的眼型短小，所以这种人考虑问题不长久、不全面，不能理性的去思考，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说不要去激怒他，不要去惹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眼睛短眉毛粗的人，他在性格上属于这种一把火烧完立马就歇菜的那种人，三分钟热度。他在这个事情节骨眼上，他目前回来找你是要求复合，拿这个照片可能是你不同意，他可能会公开。他这个话我觉得他能说得出口，但是他能不能去敢做，会不会去做，敢不敢做，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个骨节眼上，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不要去主动去提这件事，更别以为他有了下任以后再有女朋友你再去要，根本不可能。你越问他要，他就知道你非常在意这个照片，他反而可能会来进一步要挟你、胁迫你、威胁你。如果假设他如果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让他女朋友知道以前你们拍了这个照片，他女朋友万一再一闹，你怎么给他拍没给我拍，是不是你喜欢他比我喜欢我多一点，你们是不是还有联系，完蛋了。他那段恋情一旦报销，所有的账全算到你头上，到时候他回来找你，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四个字，鸡犬不宁。不要说你自己的生活会被打乱，就连你的现任跟你，我觉得都可能得被他给拆散掉。所以当中的轻重缓急你要考虑清楚，
因为这个男孩子的长相你惹不起。第三点，我还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你要分清楚这男孩子的照片，拿这个照片来威胁你，他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要复合，还是只想拿照片威胁你，想跟你上床？这点你要想明白，两个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会是哪一种情况？我那朋友想了一想，他说我觉得是上床多数。那我说这个男孩子人品有问题的，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这种人你一定要什么，你要义正言辞的拒绝他，而且你要跟他说这个照片希望你删除掉，如果流出去一定会从法律上去找你麻烦，结束了再也不要去理他，因为这男孩子人品有问题，复合只是借口，你都知道他可能是想来找你上床而已。那么好，这种人从此以后不要再联系。我那个心理学朋友说了，这男孩子小孩子脾气啊，他是一个小孩子，他没有长大。我很简单就说了一句话，快三十岁的人怎么还不长大？三十岁的人你既然说他有小孩子的性格脾气，那我只能说他不成熟，但如果他是小孩子的年龄，我还不讲他人品，他还只是顽劣。但是到了三十岁你还用这种东西来威胁一个女孩子，那就是人品素质恶劣有问题，这种人没得救啊。女孩子跟我说她觉得还是老易的说法，其实她听下来觉得男孩子的性格上跟我说的相差无几啊，基本上都符合的，她也觉得我这方法可能是最靠谱的。为什么呢？她还顾及到她的现任，所以她一直觉得这个事儿万一给她现任知道的话怎么办，他们已经基本上想谈婚论嫁了，已经在我这一方面走了。然后就说，老易啊，你看这事儿我明白了，我不找他也是符合我现在给自己定的一个策略啊，也不想去找他，不想把这矛盾激化，他来找我我也不回信。那我说你不但不回信，你回一条信告诉他断了全部断，这个照片不管你怎么样我是建议你删，如果你流传出去一定会去通过报公安报警，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法律犯罪了，从此之后不要再联系，把他与你之间所有的连接全部断完。那么至于你的现任，老易我说给你建议就是，你应该让你现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你有那么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是需要他理解。首先你只是拍的一个艺术照，对不对？其次前任是一个摄影师，摄影往往是对拍摄是有特殊爱好的，所以这也在一个能合情合理能理解的一个范围之内啊。第三，大不了你再陪你现任拍一次咯，对不对？你也别拒绝他一次咯，我这个开玩笑的啊。那我朋友听了笑了一下，我说这事儿其实我更建议你把话挑明。那为什么呢？我说你现任的照片你看到吗？脸圆圆的，再加上眼睛细小一点。我说脸圆圆跟眼睛细小这两点其实放在一起，我是给你这个建议，因人而定啊，我们论事，但是事以人为本，人很重要。这个现任脸圆圆营养质的人，一般来说语言好沟通，骨气气节不会那么强，不会那么冲，能谦和你随和你。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前任跟我就不停的吵，吵完他不停的赔礼道歉，然后再继续和好，和好之后再继续吵啊，就如此循环一年。他说现任对我啊百依百顺，但是呢就是老怕他外面有男生喜欢他，就把他看得很紧，一点不放开，生怕失去他，非常在意他。为什么我说他眼睛细小？眼睛细小的人啊，再加上营养之源下吧，对他自己的东西他会看管得很紧，怕失去啊，也很吝啬，也很会过日子。哎，他说老易你说的真的一点不错。所以我觉得既然营养质的人他不是那么骨气那么强，不会那么冲，性格也不会那么刚，不像有些人宁愿玉碎不愿瓦全，那营养质的人只要不把他逼到狗急跳墙地步他还是能妥协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他如果是个眼神不是那么细小的话，眼睛不细小那无所谓，你说不说都无所谓。但是为什么我说眼睛细小你越要说？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很简单，这种心眼那么小的男孩子，你现在不说，等以后你结婚了，你怀孕了，他才知道你们这一个日子怎么过，你敢去赌未来吗？对吧？你也不敢赌。其次，如果这个男孩子真的爱你，要跟你结婚，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心胸气量去包容你前面的那一段恋情中发生的事情。他如果连这一个事情都不能包容，不能理解，那你要结这婚干嘛？你结婚之后，你觉得你会有太平日子过吗？是不是？哎，我那朋友一想，哎，老易，你说的真的有道理。后来我们又多聊了一下，我跟女孩子说，其实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有决断了。她说，对，我有决断了。第一个，就像老易你说的，前任我就按照你跟我说的方法，一封义正言辞的短信过去，大家啊，天涯分开，再无联系，永不联系，永不再见。那么现任回去，我就跟他一五一十把这情况告诉他，希望他理解。如果不能理解，两个人就好聚好散啊，就不再去谈朋友啊。我说对，我说我也不拆散你。如果他现在不能理解你，婚后你就是给你六个字：吃不了兜着走。到最后，他是男孩子无所谓，你是女生你吃亏啊。对对对对对，我批评了他一点，我说某，我说以后不管你在做什么事儿，你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做，做的后面的代价是什么。我说你太感性了，真的，我在这么多啊会员里面，我一直播啊，照片如海浪一般蜂拥而至，很多人都是原下巴，感性浪漫，感性浪漫没错，但是感性浪漫需要有原则去规范。如果感性浪漫没有理性去规范它的话，那你就会做了很多给自己挖坑埋雷的事儿。艳照门我觉得一定不会是你唯一性，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去玩这个。那要不然冠希老师这个事儿一旦捅出来，你看多少女性搭进去啊。但是我看这些女孩子基本上都是桃花眼，每一个不是桃花眼，而且都有营养质在里面。所以我跟我那朋友说，除了你这一任如果要给你拍，你还给他拍，如果再下一任千万别去拍这事儿了，没事找事儿。所以在这地方我也奉劝观看象征的观众们啊，朋友们，学员们，同学们，你一定要注意，有些事情没必要。拍照不管你是艺术也好，情色也好啊，是我谈情色不谈色情啊，你都别来，这种事情没好事儿。万一啊，不是你愿意传出去，是无意之中被别人传出去，真的很麻烦。这个影响还不是你两个家庭，你的长辈，你的父母知道，他们脸上也挂不住这个面子。虽然你可以说是艺术照，但每个人对到底是艺术照还是色情照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要没事多事，画蛇添足。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就两个人好就行了，拍完就删删干净，不要去这么留下来做纪念，留个美好的回忆，这个没意思来。所以这个事儿不要给自己添麻烦。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事儿，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的朋友们太过于感性，太过于浪漫，在男孩子面前不知道不懂去拒绝。其实拒绝有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老易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也是希望在大家在这故事里面能有所收获啊，知道照片这个事儿，美颜 PS 一下拍个外照就行了，这种艺术照就别去碰了啊！这个你玩不起，谁都玩不起。那么今天我们象征就讲到这儿，欢迎大家订阅象征频道，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号“真鱼说”，我们下周再见。很多啊，应届毕业生要毕业了，大家都会面临一个什么？找工作去面试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跟面试官眼神交流、言语对答之际，一定要什么中正啊，把你的胸放平正，眼睛也平视对方，那你自然你自己的体态包括你的这种气势也会什么很随和很顺和。抖脚太多的人，太厉害的人，心思不稳定，心思活跃，有可能会变成眼高手低，说话你只能听七分啊，要过滤掉三分。踏入这个社会之后，你能不能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啊，机会永远是给予有准备的人。
世界都在看